接到报案电话之后啊，是在何家人旁边的公厕。我们到达在路上的时候，就发现有浓烟冒出。然后这公厕的话是女厕隔壁的旁边，隔壁旁边是男厕的部分，男厕里面的电池有起火。然后一开始到的时候浓烟很大，我们出一条水线之后，火势很快就做扑灭。那目前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起火，后续由火消单位进行调查。